男士就不用说了，肯定是食肉动物，包括很多女士其实也是食肉动物。这个季节最适合在户外干什么事儿呢？肯定是干这事儿啦。没事了，就来山里边逛两圈，因为山里边比较凉快。家里边几个姑娘马上也要放暑假了，这个想着就是等她们放了暑假之后，带她们来山里边玩几天，然后顺便吃一吃户外烧烤。但是其实要吃户外烧烤的话，就是带的东西就会比较多嘛。首先，这个烧烤炉你带小了，人多了你就不方便。带大了，这个车上你又没有地方装，并且这个炉子你用完几次之后，很多都是特别的油，特别的脏。但是最近我发现了一件神器，我就买回来了，现在已经收到货了。这个折叠完之后就这么厚，特别的薄，整体就可以放到这一个袋子里。而且这个东西我从网上看，使用特别的方便。跟大家演示一遍，这个是一个放碳的夹子，这个是个这个炉子，怎么用呢？只需1秒，它就变成炉子了。之后把这个放碳的这个板放进去，就 OK 了。上面呢还有一个架子。但是其实这样去吃烧烤的话，其实还不是很方便。咱们还有，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腿儿，可以把这个炉子支起来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在户外吃个烧烤就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这个就是。这个折叠烧烤炉使用非常方便，下边专门有一个支架，支架大概就是50公分左右吧。这个炉子的长度大概也就是个50多，不到60应该是。这样的话吃烧烤就非常的方便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后期会跟大家去分享更多自驾旅行的好东西。